3.14159。3.14159。哦，还真是。哦，可以哦。北斗七星其实就是说，我们最后会看到三角形，然后有三角形加一，有一，有横的一，有竖的一。然后其实就是每一个这个都是一笔一画，代表一个数字。蜜姐很聪明嘛，就是联想到了最后的那个顺序，就3.14159。15926这个是很顺口就说出来了，然后我因为一直在看1314 1314，然后才想到说小数点嘛，圆周率嘛，3.14159。MVP 的话，蜜姐吧，然后蜜姐解了3.14159，很厉害，而且她前面那十二生肖也是她解的。这是倒数第二个，这是最后一个，这个是最后一个，所以这个是老鼠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对。哦。撒花，撒花。哦，我这是酉时，你是亥时。亥时啊。这是不是未时？哦。哦哦，对对对。撒花，撒花。